冻龄男神张智霖戴眼镜多年，如今终于下定决心做激光矫视手术。23日，张智霖在微博分享独眼龙照片，并留言刚刚做了一个激光矫正视力手术，非常顺利，以后不用戴眼镜了。照片中做手术的眼睛已经包扎好了，表情稍微有点严肃，十分心疼呢。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表示，我之前也准备做这个手术的，然后怂了。老张，后期一定要注意保养，智霖哥要好好保护眼睛哦，先别玩手机了，早日康复啊。那我们岂不是看不到戴眼镜的高中生张先生了吗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